走，给你送点配件吧。你的大老远过来了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兄弟们，今天还是粉丝来现场来挑机器，然后先问一下这个帅哥是从哪里过来的？你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我是从贵州那边过来的。贵州那边过来的？对，是的。这么远？对。你是特意来买手机，还是说来这边玩？就特意来玩一下，顺便买手机？就是看到姚哥的视频过后之后呢，我就是很相信姚哥，然后就过来这边进行淘机的。哎，说真的，你真的是从贵州过来吗？对。你有病！因为我从那边看到您的视频之后，就关注之后，就立马从贵州那边买票，然后赶紧过来这边，然后就进行跟姚哥来这边。谢谢。真的，这个小兄弟是在那个天津读大学是吧？对，是的，读大二，然后的话特意来啊华强北，准备就是买一台手机，就是给自己安排一台那个14Pro Max 512国行的。亮机啊，然后这的话我们是6550拿下的哈。对，是的，对，这台的话还是有性价比的，电池88的，这台全员亮机。兄弟们，都给你送点配件吧，你这大老远过来了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没事的。给你送点配件吧，就只能这样了。因为我们本来挣的也是一个辛苦钱，我们挑机你也知道的，我们挑机，也不是说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就是说就正常，你也知道，我就带你去市场去挑嘛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而且我也没有说指定让你去哪个档口买，我们都是逛了一圈之后，然后综合对比嘛，对比它一个价格以及它的一个成色。对，因为我们去了两个市场来回逛的时候，都很难找到一个全原装的。对，所以说这市场上其实水还是也挺深的，因为我们两个市场我都逛了，最终还是选择这一台的14Pro Max 512这个紫色的，这台也还可以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想了解那个最新市场行情以及买靠谱二手原则，关注我。